去了。老爷，抬头啊，抬头啊！
来，进来看一下，选一下张轩。他妈的，顶你一下。搞得别人妈的。这花多少钱？3,500块。他妈的，你这么低呢？3,500块，全场进来选。
他那个按摩他毛不还多吗？但是有时候把我当脑总，为什么干了他？棉花厂家直销，厂家直销，全场十块钱五双，全场十块钱五双。一会儿要买回去，要是加油轮子，把那边打了，把那个轮子加过去了。跑的，下边啊，下边。这个黄豆是。等等，你看，你告诉我下一个章。那你往外走。没得，没得。暴露啦！
Thank you.